Selamat pula Anak Kelate Makelah Seruah Bukuk 只有鸡蛋摊才有我们叫 Laksam 它酸中带香然后又带有一种发酵的味道真的很壮观耶哇可以耶 哇哦，你那个声音很专业。鸡蛋摊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气质，就是外界不管怎么种，他们总会有自己的调调。脚踏实地之时光印记，星期六晚8:30 Astro AZ 及 Astro Go。